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会跟罗志正浩在一起？是因为我很喜欢看到他努力追求梦想的样子吗？我以为他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。现在他不在了，仙人掌好像也不关我的事。我好像自由了。不想再管我爸妈同不同意，我们现在就结婚，我们可以一起买房子，以安也一起过来住。江雨晴，请你嫁给我。我原本觉得你很可怜，那现在突然蛮羡慕你。你刚刚讲的那些我都没感觉。问你一个问题，罗正浩的梦想是什么？让仙人掌问世吧。原来他的梦想不是跟我结婚啊。跟他结婚也不是我的梦想，那我在瞎忙什么？谢谢你哦，我觉得我好像轻松多了，荒谬了。